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没有看错，现在是夏天，但为什么我穿着一个棉袄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在一个山顶上，啊，这个山顶上呢，有一个冰川。然后呢，如果现在我没有冻成一个冰块，我们就可能去看那个冰川。如果我没有冻。来到了冰川，其实你看没有多冷，如果冷了，那个水都要结冰了吧？那水都没有结冰。这个山大概有2000多米高，原来这个地方都是冰，现在都已经化了。还要到前面走一点点，才能到有冰川的地方。今天正好没有风，然后还有太阳，还不是那么的冷。白的地方，哇，看到了吗？那边都是冰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在那个，哎，天哪，还有人走呢，在那，你看。看到了，我们也上去吧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在冰那上，会融化出冻。一个冻。一个冰洞，对，往这边是去看湖的，然后往这边呢是去看冰川的，我们就往这边走吧。哇，看这一个大石头，这么巨大的一个石头。哇，你的手怎么这么热？ Perché le tengo in tasca. Non come una che continua a fare i video. 哇，我们上来了。这个布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冰川不要融化的太快。快点，我等不及去冰川了。等不及了，快点。快点。快点，等不及了我。我超过你了，我们要进去了。
惊叹到只能说好看好看。现在呢，我们去湖边。找到一个扁的了吗？嗯，这扁的我找到了，是这个。我是要弄这个拼。啊，那打水漂啊。哦，我看看啊，拿这些这个。我会找到，我不会找到；我会找到，我不会找到；我会找到，我不会找到；我会找到，不会找到。那就是会找到。会找到，好，行。会找到扁石头，打水漂的石头。放心吧，这个冰川的水它颜色特别的奇怪啊，白蓝色。知道，可不可以去吃饭？我饿死了。哇，你看那个水源真的就是那个冰川在融化哎，没有别的水源。妈妈，你想想发生啥？如果所有的那个冰会一下子融化掉，那就水就漫出来了。什么漫？把那个地方都淹了，把那个地方都给淹了。对啊。然后它流下来的水，你看又变成了一条小溪，流到了下面的山谷里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山顶的小酒吧，都不算一个餐厅，他们只有室外的这些桌子椅。然后一个小朋友快饿晕了，追着饭了。你的汉堡来了，好吃吗？可惜没奶酪。我的披萨。阿拉贝蒂多。阿拉贝蒂多。上车了，从我们要离开这里了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山头。我们本来想来这边散个步，但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溪流，他们做了一个水路，然后小朋友在这玩球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然后他自己再慢出来。跟着你。哇，你知道吗？你弄了一盆水，有帮助它流哎。哦，接到这个洞里了。进不去了。哦，进到另外一个洞里了。哇，真的会出来呀。那贵是费了没了。走。Pallina bianca con faccina triste, sta continuando la sua corsa. Attenzione, ecco, si è arrivato il traguardo. Ce la fa e ce la fa. Bella. Oh, canna di zia. No, vai, io. No, tu guarda io lunga. No. No. No, vai. È una polenta, eh.又赢了，爸爸。好。给你。盒子和一盒的馒头。
vuol dire che scendo? Lì da parte? Un po' si assinea perché è difficile. È voluto, guarda. Arrivo io, vado! Veloce? Veloce, veloce. Davvero? Guarda qui, guarda,看看. Ecco. 天气现在已经很凉了, 所以我们要回家休息、吃饭、睡觉，没了. 所以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. Bye bye. 哇，为什么是这么好看的蓝色呢？哎呀，天哪！哇，为什么山川附近的山体的表面这么的光滑，并且还有一道一道的裂痕呢？